少年前我无奈地看你离去，多少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。岁月遮住眼，忘不掉你相映的缠绵，久久地呼唤你，公元1997李太太，你细细这条围巾，这是今年的最新款，这个牌子就是你喜欢的，我们这期是特意带过来让你挑选的。其实家里什么都不缺。太太，这季的东西都好普通，新货都没有打折扣。嘿，李太太是我们的贵宾，太太这里所有的产品对李太太都是打九折的哦。哎，树爷，怎么找我？哎，大哥，这是周经理。啊，周经理，你好。我是他们公司的常客，所以每一年有新货啊，他都会拿来让我先挑。我让他带了一点男装跟男鞋，您看看你有没有喜欢的。我不要。嗯，大哥，您不是我用不着这些，你们你。来，试皮鞋。哦，李西西这款啦。啊，来。别哎呦，这款是挺时髦的，适合您。哎，很合脚哦。哎，你走走看，看看感觉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舒服啊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了，这双鞋要了。哎，那我帮你抽下来啊。哎，等我，我自己来，我来。李太太，你看看有什么合适的需要买的？哦，我可以建议你，这一款是最时尚的表，明星小姐一定喜欢的。哦，还有这只手袋，很衬你的气质哦。那你打多点折头啊？贤姨，你也知道生意难做啊，我们跑了几家，也没卖出什么东西。前两个月，就连经营了30多年的大丸百货。都关门了，这百货零售业的前景，哎，租金那么贵，生意当然不好做。好了，手表、皮鞋，还有这个皮包都要了。多谢李太太，来，我帮你收拾好啊。跟我来结账吧。来，等我帮你收拾好啊。多谢李太太，多谢李先生。大哥，我们去喝点茶吧。哎，树爷，我觉得你挺照顾他们的。香港从前很多的百货公司都销售过我们家的百龙皮鞋，这个周经理曾经也帮我们家销售过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一家一家的谈生意，没想到这些传统的百货公司都先后倒闭了。心里还怪难受的。我知道你父亲是白手起家。嗯，我父亲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皮鞋的，他可是拼命的努力经营才有今天的。我嫁给国凯之后啊，我们的生意从本地经销发展到了海外市场。哦，这百龙皮鞋也从小工厂变成了大工厂。家父曾经很自豪地说，六。
购物天堂的香港就变成了投机天堂了。我们店里的人呢，也都在担心香港的前景。承接外围股弱势，港股今日低开130点之后一直向下，喺8000点关口争持激烈，中午险守8000点收市。不过中午传出董建华不惜以高息捍卫港元嘅言论，触发拆息市场恐慌性插入资金，下昼股市跳空105开市，一度低见7906点，未破今年一月嘅低位。之后董建华澄清翻，大市一度重上8000点，恒生指数收市报7979，跌42点，成交71亿，收市创今年新低，亦都系自金融。今年生意真是难做啊！我知道。就连香港英资洋行的老大哥太古洋行，上半年的利润都下跌到20亿元了，跌幅接近40%啊！哎，马天先生，你是英美商会的会员，有很多官方的老朋友，你有什么见解啊？很多外资决定撤出亚洲市场。不是吧？你们对亚洲太没信心了。我是对中国没有信心的。97年后，中国收回香港，什么“一国两制”，全球都没有听说过了。还有“港人治港”，中国能遵守这个承诺吗？我才不相信。爹地，我也有很多朋友说大陆是计划经济，他们也不大相信香港回归大陆能够给香港带来繁荣。说实话，从97年起，国际资金已经陆续撤出亚洲市场，我估计应该有1100亿美金之多。作为朋友，我建议你应该尽快在香港经济爆破之前把资金撤走，这样你可以减少损失。因为我想香港很快就跟着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经济出现危机。如果人人都拿钱走的话，那香港很快就垮台。谁不是先顾及自己？你们家族是靠外资起家的，我只是想在朱莲沉没前给你一艘救生艇。你知道多少富商已经把手上的资金换成美金了？只有没钱和没能力走的人才会留在香港。你想想吧。平时大家呢都各忙各的，今天适逢孙市长能够到香港来两天，咱们这些老朋友聚一聚，喝喝茶。谢谢。李毅啊，啊，给大家斟茶。孙市长真是好品味啊。极品啊。大家对最近东南亚各国发生的经济危机
有什么看法啊？我认为啊，在香港这个地方是很难独善其身的。去年十月，索罗斯也曾大量的抛售港元，企图冲击港元市场，但最终还是因为香港的储备充足，有很强的抵御能力，他们未能成功啊。我想，他们可能会知难而退吧。对，李毅是我的助手。前两天他和我说起索罗斯等人冲击香港金融的一些看法，今天让他说给大家听一听，啊？嗯，好。李毅啊。啊，孙副市长，各位前辈，我研究过索罗斯这个人的个性和处事方法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还会来香港冲击港元，而且比九七年的规模更大，部署更完备。嗯，接着说。哦，我想，他很有可能在抛售港元的同时，大量的沽期指，因为如果一旦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话，他会趁着经济混乱的时候，在期货市场上大赚一笔。嗯，所以我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希望结合咱们一般中资商人的力量，看看我们能为香港做点什么。孙副市长，您说呢？中央的政策是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，所以呢，有些事情呢，先让香港特区政府啊自己去处理。暂时，我们只会高度关注。其他的现在还很难说啊。孙副市长，那要是危机来临的时候，香港特区政府处理不了的话怎么办？你既然交给他们，你就要相信他们。如果一旦最危急的情况出现，那你说，当父亲的能不管自己的孩子吗？嗯，那我们这些中资商人能做些什么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前些年我们来到香港发展的时候，港商和外资一样看不起我们，又不愿跟我们打交道做生意。这次我觉得他们有难，应该自个儿解决。现在香港都已经回归了，大家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分什么你我的？我认为啊，如果香港的经济陷入低潮，股市和地产都下调的话，这正是我们大手逢低吸纳的好机会啊。我认为啊，我们虽然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长，但是咱们在香港都有了自己的事业。现在如果香港有难，咱们应该同心协力地来救港。来，喝茶。进来，小姐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哎，印尼鞋厂的总经理打电话来，说印尼金融危机啊，鞋厂也要面临倒闭，需要1000万资金周转。我把我手边的钱都拿去救泰国鞋厂了。我不是让你儿子帮我做了一部分投资嘛，去退一部分出来吧。小姐，我听我儿子说，最近股市跌得很厉害啊。你如果现在出货套现，要赔不少钱的。不如先跟老爷商量一下。他什么时候支持过我的鞋厂了？快去办吧。
你真是胆大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不能偷偷拿太太的钱去投资啊！你到底汇了多少？啊！天哪！不行，太太怎么声音我们？我们不能对不住人家的。这样吧，你快点把我的房子押出去，补齐这笔钱。 如果还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哎，就这样吧，我正忙着呢。啊，收线了。早，我来吧。嗯，你好。大伯，其实准备好了，老爷。 怎么想到来上香了？妈，你每天都在这儿画画啊？你想说什么？前几个月我在东南亚的市场跟着索罗斯一起雇妻纸，我赚了很多钱，而且我分析。
不久以后，索罗斯就会来冲击港元。我要利用这次机会，对我很重要。我想跟您说的就是，我也想帮您一起投资，我会让您赚更多的钱。明姐。 孙善佑，爸，你找我。听说最近你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不少钱。 这炒卖市场风险很大了，见好就收了。高风险高回报，是你教我的。可没教你出卖香港啊！我认为这是在考验大家的眼光和胆量。这是场公平的竞争游戏，这不是游戏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。你如果站在索罗斯那边。 就是跟香港人对抗，出卖香港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赚的钱都是从香港赚回来的。我的孩子不能够为了赚钱而做这样的事。我懂游戏的规则，谁有钱谁就有说话的权利嘛。我自己的钱是我自己赚回来的。爸爸，你呢？
你的第一桶金是妈妈给的，放下你的清高吧。妈妈真的很可怜。要不是我答应你妈，好好跟你谈，这个耳光早就打在你脸上。你记住，那几句话是最伤害你妈的。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的。 是个爱家庭、爱子女、一个好太太，我最尊重的女人。你说完了，说完我出去了。这里面积有多大？大约10000起。李先生，这个单位现在买非常超值，现在卖10000以前一起。 你上一个户主买这里的时候市值多少钱？他买的时候是14000一起，不过最近几个月股市下跌，香港的经济受到影响，很多外资的企业又把资金撤出了香港，商业大厦和楼市刚刚回落到20%，也就是说，你花这样的价钱就可以买到面向海景中区的甲级写字楼，非常超值啊。 我要开一间全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，这个单位对于我来讲太小了。如果我的客人都像李先生这样，对香港的经济充满了前景，那香港的楼市就不会下滑了。你知道吗？一般的人没有自信，那是因为他们在等待机会，而我不是。 借此鼓励港股喺期货市场获利。政府就唔能够袖手旁观，佢重申政府唔会干预自由经济，但系如果炒家再犯，政府会再度入市干预。国际炒家这次是双管齐下了，他们不只是抛售港元打击港元的汇率，而且还在期货市场上不断的估期指，他们想趁着股市大乱的情况下，在期货市场上大赚一笔。不能让这帮炒家。
I do not believe we need to devalue the Hong Kong dollar.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Hong Kong to do so. 八月份头两个星期，金管局买入港元，沽出美元嘅总额超过60亿美元，系旧年十月首次受冲击嘅时候嘅两倍。未平仓嘅期指合约飙升到超过10万张。产发又透过传媒，香港政府做得好，贬值港元、美元脱欧嘅消息打击信心。曾荫权话：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能明白这一点。息口可能被跌上50厘。有些人还在骂，香港政府拿了他们纳税人的钱去跟炒家对抗，说如果输了的话呢，就把政府的储备给输没了。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天真呢？没有远见。他们迟早会明白的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啊，只靠香港政府的力量，很难对抗庞大的国际炒家。苏老，刚才您和孙副市长通过电话，请问孙副市长有什么看法？孙副市长说，要尽最大的力量保卫香港，保卫香港的繁荣稳定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联合我们在港的所有的中资商人，集体救市。好。李先生，这个地方有20000起，比上次看的地方要大一半哦。前面拐过去还有很多间办公室房间，如果地方还不够的话，可以连楼上那一层也买下来。不错。喂，喂，李先生啊，我想向你汇报一下最新的状况。政府现在开始干预市场了，不单只买港元，而且入市买期指，还想趁机吸纳很多很多的蓝筹股。看来政府很有决心，现在市场开始回升了。这样的情况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好呢？张森，听着，继续帮我估期指。我不相信香港政府能够跟市场对抗，明白吗？但是李先生啊，现在这样的情况你还这样做，怕不怕？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怕这个字。
骗妈妈的话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如果现在站在索罗斯这帮炒股大户那一边，你就会变成香港人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？妈咪，这只是一次金钱的较量而已，只不过这次我站在了金钱的一方，怎么了？如果索罗斯这边输了呢？看看我手上的流动资金有多少，我要买回公司的股票。老板，如果我们动用公司的所有流动资金，如果最终就是失败的话，我们所有基金都会被套住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流动资金不足，公司很危险的。资金打进了你的账户，你认为对的事你就去做吧，别担心，就算是倾我所有，我也要支持你到底啊。谢谢。八爷，这么早啊？来，我帮你。不用不用，你歇歇。来，给我。哎呦，最近看你挺累的，是不是工作忙啊？啊。这边。你们找谁？公司9点才上班呢。李毅在吗？哎，我八爷他们。他们是我朋友，来来来，里边看。这20万，是我替我一个好朋友借的，他爸爸得了癌症，他急着回去给他爸治病，这笔钱是用来救命的钱。你小子别耍我啊！真的，欠债还钱，我们财务公司有规定，头期呢，咱们连本带利息，你就给20000。可我，哎，这是赎回，可我现在真的是没有钱，要不这样，到月底的时候，我有3万块钱的工资，我全都给你们，行不行？月底？不能扔，这不能扔。去，啊，你就不怕我们在这里搞点事啊？啊，你连工作都没有了。你也真敢想啊！哼，你怎么不说年底啊？哎，我的身份证。哎，有了这个，你就能在香港安心地替我挣钱了。1990年，我深情地呼唤你。世界都在把你，在把你拥抱，让这百年的重逢不再分离。多少年前，我
切的急切的鬼谷里，沧海边桑田也拂去心灵的漂泊，一次次亲吻你我的一九九七年。